很期待，我要去十里城。王鹤棣的一棣输了，一人一瓶百事可乐啊。What's up, bro？ 我们出发去湖州，路跑男，耶！你被我故意死命拍，死命拍，哒哒哒哒哒。上学那会儿老爱看跑男，买过那个死命拍，然后同学们贴在衣服上，然后互相撕。但那会儿我挺厉害的。你觉得谁是比较厉害的在那个撕名牌环节？那肯定是晨哥呀，晨哥也很厉害，大黑牛小猎豹，他跑得快的那个时候，估计就是我现在这个岁数了。啊！上方的行李架内没有遗留任何个人物品。稍后我们将开启前登机门。好久不见。我对你从这边。师傅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经过奔波，我们现在已经到湖州了。在去酒店之前，准备去超市补给一些吃吃喝喝的东西。咱们是只要百事，我们只要百事。如果我们不买百事，怎么回事？老板，你多进点百事可乐呀！哇，你们百事可乐，百事可乐超好喝的，就是这种的吗？可口。先喝一个，口渴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们这个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一个团队零零碎碎一个星期的口粮吧。见过这么敬业的代言人吗？自己在街头独自抱着一件百事可乐。请走斑马线，到酒店喽。节目组真好，给我们安排的住的地方都是这么好看的房子。哇哦！真不错呀，真不错，还带电视呢，晚上可以看电影。哦，美滋滋。说实话，这是我第一次出通告，就大家伙一块住这种，被你赶上了。那以前我们都各自一个房间，就每次回了自己房间了过后。就挺无聊的，就得互相串门玩，这种大家住一块儿了，那多方便。经过了7个小时的奔波，我们现在终于到酒店了。然后一会儿等我们的另一位摄影师朋友到了，咱们就可以吃宵夜了，哈哈哈。LeBron James, my idol, my king。下注下注，快！我和张哥下注，输了一人一瓶百事可乐啊。Six to shoot. Time yourself up double digits in the first period. 你怎么着？你打不到你耳机？结束，洗涤胜利。吃完喝完，打完游戏，睡觉了。晚安，明天见。出去了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虽然没有健身房，但是不能因为没有健身房成为我们不运动的理由。It's the life I chose. Gunshots in the dark, one eye closed. And we got it cooking like a one eye stove. You can kiss me. Yes, yes, yes. 出工，出工，拍照片，声控的。Let's go， 出发，前进。也没用啊，这像小学生放学回家，有没有？手里有铃声，那个永远都是大哥。
你是想胸没胸起来吗？想胸没胸起来。看不看？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安排好。Give me five！倒车入库。没事，收工。熊呢？熊呢？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把你忘了。走，回见。静静可太逗了，静静。我要看撕名牌。哦，哦，被撕的那一瞬间真的会超级不爽，然后撕下别人的那一瞬间真的会超级爽。那真撕起来是正面硬刚呢，还是？那肯定不能刚啊，那谁刚得过呀？你跑起来，找机会偷袭。OK， 今天开始我们新一天的锻炼。昨天练了上肢，然后今天准备练下肢，但是没有什么大重量的器材给我们练，所以今天准备跑跑步，然后去跑跑楼梯，然后跳一跳。今天的训练结束了，然后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去补充一些能量。这只是我的前菜。庄重正直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，方防仿放完事。今天又是充实的一天，反正就干那么多事儿，然后现在算是收工了。然后一会儿我要去找凯哥吃个宵夜，他刚给我发微信约我了，我要去找凯哥晨哥他们吃吃宵夜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新朋友，就今天去跟他们玩一玩，后面也录节目，就提前先认识认识。对，然后现在卸妆了，拜拜。他在那，你在那跳，我在这采花。你那是文化。对。这。哎，球哥，一起啊！把咱们那屋里那躺椅拿过来，然后把被子枕头给它弄过来，支点盖上被子就搁那儿睡就行了。出汗了，你别说，跟红哥这一套操还挺出汗的。拜拜，二哥辛苦，没事没事。拜拜，老李头。拜拜。接下来会有我们的西南联大，还有和凯哥的今日一加油，还有苍兰诀浮屠缘，就是这个四个今年应该都会跟大家见面的作品，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谢谢姐姐，拜拜。拜拜拜拜，辛苦。拜拜拜拜。我猜你要干嘛？干嘛？好好。那明天会有人。我要干嘛？来拍我这边人。波波铺里买波波，张波波买了个波波大，李波波买了个大波波，拿回家里喂婆婆，婆婆又去比波波，也不知张波波买的波波大还是李波波买的大波波。粉红墙上画凤凰，
红凤凰，粉凤凰，粉红凤凰，红粉凤凰，黄凤凰。你可以刚才那个弟弟什么这个等一下再一遍。应该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吧？今天他贴上了，就不可能再下来了。可以做个预测吗？这个时候还是不要 diff 来个，能是啥样是啥样吧。毕竟昨天玩一个类似撕名牌的游戏，我第二个就被淘汰了。Oh, Daisy, Daisy, Daisy。王鹤棣，王鹤棣是 Daisy, D A I S Y。回答正确。好好 ，OK， 拜拜。王鹤棣 out。我什么时候被淘汰的？他看了一眼我名牌上的单词，就看了一眼，哎，过去，王鹤棣 out。第二个。朋友们，我们这次跑男的通告顺利结束，耶、yeah, ，超好玩，超级开心，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来玩。哎，这不是官方，这是咱们自己的呀。是啊，反正就是玩得特别开心。Respect 跑男的所有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好像没有弟弟妹妹，哥哥姐姐、朋友们，还有想要说的吗？没有了，我现在去找他们吃宵夜了，拜拜。